不要让他放了、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去海科馆然后我们会去海科馆看那个 3D 的电影肯雅对肯雅动物王国然后呢里面好像禁止摄影的人有可能，那我说可能。影片呢有长颈鹿、犀牛、河马、狮、开赛过来吗？猎豹，还有鳄鱼和……没有，你们在吵架呢。好像没有。然后呢，那些动物呢都很有趣。你就可以把这些讲给大家听故事。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些动物它们可能被眼镜蛇吓对啊我被一个蟒蛇吓到还有大象的鼻子嗯它真的超恐怖大象好像是危险性动物蛇姐姐帽子戴上等等总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那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记得订阅我还有按下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